兔子就还给你。 现在就想听，
小朋友，你胆子真大，敢跟我斗！乖乖的把兔子交出来，我就放你一条生路。我才不会把兔子给你！先把人放了。 今天我受伤了，别逼我出手，听见没有？小心我逮你！我对你不客气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别过来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不是，不是，有话好好说。
别欺负孩子们！什么？